还是我这边写9点，YouTube 上我写8点半嘛，看一下，不是 YouTube 啦，FB。AKB。所以真的是9点吗？为什么找不到？Maggie 只谢谢送四叶草，身体有比较好吗？有好一点，我有吃药。耶，玉人，嗨，晚安。体調大丈夫ですか？ちょっと良くなりました。ヨウジ、晚安、プラス、晚安。仿佛才刚刚见过你一样，哎，有吗？应该看错人吧，哈哈。我刚刚好像已经看过那个是做梦吗？应该哦，应该是，应该是。为什么我开起来听到真的是9点？拜拜。嗯，你们听错了。波达晚安，刷野晚安，暗红晚安，光痕晚安，墨寒晚安。身体要多照顾，好的，谢谢德全，大嫂晚安。刚刚有偷听 DC 拿奖金吗？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没办法登录 DC。啊，我先抱怨那个答题的那个好了。刚刚做梦有梦到 Luka，可是只有短短2分钟。长生晚安，吉米超谢谢上我枫叶。刚刚开的是卡妹吗？嗯，有可能。有去看医生吗？对，胃炎。嗯，谢谢青玉送我烟火，哇，没想到这么快就送我，谢谢。最近是不是太想我，一直想开播见我？对啦，是蛮想开播是没？对，冠宇晚安，伟人晚安，笑笑晚安。阿车晚安，人有比较好吗？有好一点，谢谢大家。我今天全对，这么好，身体好点吗？对，胃肠的话我不确定，可是确定是胃炎。八尾晚安，小白兔晚安，创新账号就好，好像也对。刚 是卡妹，难怪觉得刚刚卢卡比较漂亮。泰咪雀晚安，洛丽晚安，Chris 晚安，真的要保重身体，好的。急性肠胃炎，这我不确定，因为我很久就一直很久以前胃一直痛，可是这一个礼拜就变超级严重，嗯，然后去给医生看，他说发炎了，呜，谢谢送我口红，谢谢哥江，游戏一楼晚安，怀怀晚安，为什么会改9点开播？我改错，我看错时间了，本来就是9点，谢谢 Sega 送我橘色。全对错跟错一题待遇差这么多，对，真的。抖音片可爱吗？谢谢，Steven 晚安。临时改成九点，本来就是9点呢，嗯，不知道诶。谢谢送咖啡色，CJ 晚安，坤坤晚安，玉安晚安，一凯晚安。对，跟你们说，刚刚今天5点的最后一题我错了，什么丹麦的公主蛋糕吗？还是什么？有什么就是全世界的甜点，要猜那一题呢？对，官网是9点呢，所以我才改时间。公主蛋好像是瑞典，对，我就想要法国马卡龙，对，这是对。然后第四个有点忘记。反正我就选了吉拿版，结果错了。哎呀，我都靠别人答案。第四个有点忘记，第四个，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第一个跟第四个，我就知道那是对。然后第二个丹麦跟吉拿巴，哎，哪一个是错的？我真的不知道。如果要偷偷来 DC 听，我们今天全对，我也不一定，我就算听了也不一定会答对啊，我也不一定会听，就是听得懂。然后第二次7点的我有全对。对，8点的真的很可恶，不是有那个陈时中吗？陈 时中那个题目吼，就是我看了那个直播间的，反正那个人说是中间的中，然后我说哦，原来是中间的，结果不是，就是。他说是中间的中，他只是在说那个字，然后我听成是中间那一个，差点选的字中。对呀、啊，我不知道那是，我不知道那个念那个字不会念时，想说都是陈世忠，到底是哪一个？他说陈世忠，都是陈世忠啊。他说中间的中，中间的中，中间按错。啊，真的超讨厌！每个人的顺序不一样哦。第一个是我那时候的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个是时钟，第二个是对字钟，然后第三个是真时钟。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号码一不有没有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真的直接报号码比较快。选项顺序有会变，你听那个没有用。哎呀，可恶哎！早知道我绝对不会选中间那一个。没看新闻哦，我怎么可能会看新闻？没有，我会看新闻，只是看不懂。我不会看台湾的新闻，除非是疫情的那个。小易晚安，每个人不一样。好，我学到了。顺序不同，了解。反正我就选中，我就刚好中间就是字中的那一个，然后就没钱了，也没有，有浪花吗？对，没浪花没钱，超讨厌的。我那时候先吃晚餐，然后吃一次发现8点了，我就先把饭放在外面，然后就玩一玩。台湾新闻还是要看一下，可是我不会看人呢，人名我不会记，我记你们的名字就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还要记别人的名字？对呀，所以陈时中是谁呀？看一下，他是台湾人吗？还是别的国家的？卢卡只会记帅哥的名字，对呀、啊。还有例子可以？哦，卫福部长哦，原来我学到了，疫情英雄。你看我的名字，我们也知道日本，日本の首相。你们？那你们？我不知道他的下面的名字诶，你们知道现在的日本总理的名字吗？哎，待って、下の名前なんだっけ？对，青云答对了，我都记十个総理大臣。下面名字我们很少会念到，吉秀さんっていうのね。吉秀だって吉秀だ。そうだよね、わかんないよね。吉秀らしいです。之前叫什么名字忘了？之前是安倍さん。
虽然我也不知道日本勾些肉豆代行的名字，谁会知道？看哪哪国？誰？誰？明天只剩两场。以前是康波教官，对呀、啊，是个康波教官。TP 能不能表演，城市都公布了。李丽小晚安，明天哦，明天没有五点场是不是？好哦，OK，反正，就这样吧。所以我昨天不是今天的7点是我唯一全对的一次，可是只有拿到55块耶。你对赢的就只有50块，今天还要唱歌吗？要，我应该我会唱十首歌，对，很开心，就是那天20几个人还是30几个人忘记了，就是传给我歌名，然后我就先选10首。我真的没办法一次记那么多首。对，有钱就该开心，对，没错。セットリストもう決まった？決めてます。決まりました。覚えたんですよ、頑張って。我是隔天才传给卢卡的，这样被计算进去吗？就是呢，我当天晚上，我礼拜四不是开播吗？我当天晚上先抓几个，然后我想说剩下的就 Asia Festival 那一周，或是就是别的天唱一下就好。然后隔天。就是过了几天，还是有人传给我，所以那首歌就是改天再唱。我给的不止10首，所以我就是我不是说1人1首吗？慢慢唱没关系哈，我会加油的。然后对大家传给我的歌单，就是只有3首歌是我知道的，我有听过的，其他我都没听过。歌唱挑战分上中下三集 对，我今天挑的算是简单的，然后我本来就知道的歌，因为我昨天还是前天，昨天吗？对，就是身体状况不太好，发现哦，真的没时间可以练唱歌，就是整天都在床上，然后就是哦，肚子好痛这样。都是日文歌吗？不是，有一首歌是中文，有一首歌是英文，其他都是日文歌。要练7首，加油！对，有人点儿歌吗？儿歌没有，可是有人传给我意大利文的歌。前天晚上怕吧？心痛吗？身体要紧，真的不要勉强。谢谢你们。对，但是我还是今天跟昨天有吃药就变好一点点。我有学一下那首歌，意大利文的怎么唱呢？其实没有很难，只是 发音我还是有点不确定，所以还是需要时间，对，练一下。原来 Luka 有意大利粉丝，那首歌蛮好听的啊。对，我只有传世界语，并没有。希望身体一直都健健康康。对，希望是。对，我今天只开到10点就可以吧，可以下播，但是对，还是看一下情况。所以你要唱意大利文哦？没有。我在想，我也在考虑，但因为那个人传给我3首歌，然后
然后他就是，我不是说要挑一首吗？对，11点还会在，不会。对，我这对我一开始想说，我原本想要做这个企划，是因为呢，我相信大家心中有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但是可能其他人没有听过，或是哦，谢谢是我流星雨，或是不好意思跟我说，跟我说卢卡可不可以唱这首这样的歌？对，就是我也常常会有，你们常常就是点歌，我想听卢卡唱这首歌，可是很多歌我都没办法唱，对，就是没很多很多首我都没听过，所以我想说，那就这次做这样的企划，你们想听的歌我就一定会学，一定会唱，这样，不止一首也太难选，对呀、啊。我怕我唱的那首太难，真的蛮难的。对，我会加油的。那我先讲今天唱的歌。对，我怕我唱完全部，然后大家就是有，等一下，就是怕有的人就是，我提的歌会不会唱？然后等到第10首。都没唱，这样一定会很失望嘛，所以我就决定一开始先说全部的歌单，我等一下会唱这首歌，然后没有讲到的一定是下次或是下下次。那我应该多推荐一些给 Luka 挑一首会的就好了。但是你一定要选你想要你很喜欢的歌，对，不要选 Luka 感觉很适合这个，对。对。最主要是你们喜欢听，这样才有惊喜吗？真的吗？对，我怕会有人走心啊，想说，今天的我都从头到尾都跟到，结果都没有唱我提的歌。你这样先说，等等只剩下10个粉丝怎么办？不会的，我相信不会。先公布今天有没有意大利文的，没有。要走，现在先走，不是就是至少你们就知道哦，我的歌可能就是下次、下下次，不用，不会走，这样就不会走心。对，总会轮到自己。我知道你们提哪一首，但是我在讲歌单的时候，我不会说这是谁提的，对，很像匿名吧，点意大利文的粉丝可以先离开了 那我先不分顺序。第一个是 Idol の王者，HKT48 的歌。第二个是坂本九的上を向いて歩こう。第三个是恋爱サーキュレーション。话物语的。ending 吗？有点忘记了。好，然后第四个是乃木坂46的《さよならの意味》，第五个是 AKB48 的《言い訳 Maybe》。谢谢大家送我流星雨，可是我看不到留言。谢谢大家送我流星雨，等我一下下哦。然后第六首是 Surface 的 Sa，第七首是，这个我忘记了，忘记是谁的，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第八首是 Matsuura 彩さん的桃色片思い，第九题是 Back Number 的 Christmas Song，然后第十，等一下，第十首是 Bohemian Rhapsody Queen 的歌，OK，就是。今天我挑的就是这十首，然后其他的一定会下次，下次一定会唱。对，瑞卡这个特效好点，自由再见好听，自由再见，我有选这首吗？自由再见，我其实忘了我提那些，大家都很会选哦。所以有几首你们有听过吗？这个全部都是第一天提的歌，对。
10年前唱的完吗？应该吧，应该吧。就超过时间就超过时间，10点半就下播就好。OK， 大部分都听过，好，48的都有吧？48的只有意外 game maybe 耶。名单公布了没上的可以先走，不要这样啦、啊。谁点波西米亚的？我选这首是因为我那个人提我几首，然后我唯一可以唱就是这首歌。我应该不是第一天的提示，就是下播投稿的还来得及吗？可是我下次可能先唱当天。跟我说，哎，当天投的那个人，对，不是还有 HK 哦，对哈、哦、，HKT 的爱的人偶像。好，那我第一首要唱什么呢？然后有一些歌我用 KTV 版的音档，有些歌我就跟他们一起唱，就可能找不到 KTV 版吧。嗯 ，OK。第一首要唱哪一个呢？Christmas song 好了，最近的意超棒好听啊！我就没听过那首，对，那首不会太对，那首不会太难，所以我第一天就选这首歌 ，OK。谢谢送真情告白。check 一下音，对，这首歌我也不会唱，然后前天跟昨天学。なんだろう僕だけかけられる
覚えた曲歌うって結構緊張する。あの時君に出会ってたのそれだけで、自分も知らなかった自分で次から次に会いたいと毎日思ってて、それを君にしてほしくて、すれ違う人混みに君を探している。こんな日は誰かの誰かと笑ってるかな。腕の奥の奥が苦しくなる。できれば横にいてほしくて、どこにもいてほしくなくて、僕のこと君はずっと考えていてほしい。好像我不会唱这个，可是应该不是完全没有听过，是不是 Mina 前辈有唱过这首？谢谢你歌送我烟火。OK，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也喜欢你，ありがとう。谢谢 Luca 唱这首，真的好开心，耶、yeah! ！谢谢吐司吐司。谢谢酷妹送我烟火，谢谢酷酱。好，下一首是松浦亜弥さんの《桃色片思い》。好，这首很红啊。我知道 Back Number， 可是这首我就刚好没那么熟。一个 ，One Two Three Four， 有点小声，等一下哦。先等一下。有点卡卡，太谢谢露卡了，好感动，不会。桃色の片思い恋してる、まじまじと見つけてる、ちりがちらって願えば胸が冷たい、桃色のファンタジー。片思い出し片思い出会
就比较不熟。谢谢顾教授，好多小浪瓶，谢谢。ありがとう。对对对，松浦亜矢さんです。超级可爱，卢卡卡，卢卡呛，没关系，都好听，谢谢。好，下一首是，啊对，今天唯一的中文的歌，谢谢大家送我烟火，我今天收到好多烟火，有什么活动是不是？谢谢林哥送我白马丸子，谢谢。OK， 今天唯一的中文歌有你的快乐 ，OK。这首是原曲是英文歌吗？我不知道。谢谢送我红色。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夜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坐在雨中，想要。牵你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越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走不出有多么快乐，爱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我看不懂，所以就是记一下旋律，我就可以唱了。谢谢笑笑的烟火，谢谢那个送我烟火，谢谢谢谢大家今天送我超多烟火，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卢卡，不会，这首唱得很稳，对，慢歌比较不会有哎，这里要怎么唱这样的问题，就是先可以先听，就是主唱的。唱歌方法谢谢小翔送烟火 OK 下一首呢就这首吧 Surface 的煞今天都还没开灯诶对我好像没看到
开灯的烟火，好多烟火，胖胖。对，这首歌是我有听过的歌，歌家谢谢送烟火。強がるだけ強がってもね君がいなきゃ何もできないしこんなちっぽけな部屋が今じゃちょっとだけ広く見えるよ冷蔵庫開けりゃ何もありしないやさあ吸い込んでくれ僕の寂しさ孤独を全部君がさあ噛み砕いてくれくだらぬ言葉やミスリム僕の悪い癖じゃ消えたでまた僕をチャットするにさあ受け取ってくれこの辛さをさあ分け合いましょうさあ体がギシギシだいいよ最近お疲れもどうね君がいなくなっただけなのにちょっと強い薬は上で湿っぽい布団じゃ眠れしないやさあ吸い込んでくれ僕の心も体もそう何もかもさあ噛み砕いてくれくだらない自腹のようにもう一度君がさあ笑ってくれ止めないやつと離れて気づくなんて遅いとさあ受け取ってくれやっぱり君にさよならできないさあ我知道这首歌是因为看 Coro Coro Chiki Chiki Peppers 的就是コント俺は僕は守りですかかわいいなんだか絡まりばかりでじゃなきゃ大事なものも全然見つかりしないやさあ吸い込んでくれ僕の寂しさ孤独を全部君がさあ噛み砕いてくれくだらぬ言葉や結びも僕の悪い癖はさあ笑ってくれ止めないやつと離れて気づくなんて遅いとさあ受け取ってくれ君が寝れる先だからさよならできないなんか我觉得很耳熟对さあ吸い込んでくれ我也是听不懂的那个谢谢姑娘带我去流浪谢谢圆规棍送我流星雨。哎，这首好像是守护元天的动漫歌的样子，对 ，OP 吗？对，可是我知道这首是因为搞笑艺人。谢谢列根送我永恒的爱，谢谢的圆规棍送我流星雨，谢谢小翔送我烟火，ありがとう。さあ、下一首是言い訳 maybe。OK， 这首我也没唱过，但是有听过。啊，月天，我刚刚说什么月天吗？守护月天，找一下歌词。いつもの道を走る自転車立ちこぎの汗が揺れる9月のそよ風休みの間あいつにいたら君のことが気になってきたんだただの友達と思っていたのに今すぐにでも君に会いたい Maybe 好きなのかもしれない青い空には雲
赞的。教室の窓、カーテンが揺れ、2学期の君はどこか、大人の横顔、どんな休みを過ごしていたの。話し方がぎこちなくなりそうで、気づかれないくらい髪を切ったんだね。僕らと遅れ君を君を見ている。 Maybe Maybe そんな勇気はない。Probably に近い、もっと確かなもの。 Maybe Maybe そんな勇気はない。ずっとこのまま微笑んでいい。最后一首唱《波西米亚》那首歌，可是呢，我怕我现在先唱剩下四首歌，后面我怕我后面我的喉咙就是已经不行的时候唱《波西米亚》有点惨，所以我先唱《波西米亚》。对，应该说比较难一点的歌要先唱，然后后面唱比较慢歌，感这样比较对喉咙比较好。OK。加油！最后一首《再见的意义不重》好，可是那首有点不熟。好，那最后一首改成《再见的意义》，可以。OK， 加油，尤佳。Is this the real life? Is this just fantasy?Calling the landslide, no escape from reality.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 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Little low, any 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to me.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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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mama, just kill the man. Put a gun against his head.Put my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t a strong and golden way. Mama,
刚刚就是 Queen 的 Bohemian Rhapsody。现在都喝几口水，好的。谢谢，强强伸出爱的熊抱，谢谢。可是这首难度太高了，这首应该不是一个人唱的。谢谢，可以送我啾啾你。喉咙还可以，还可以。那里就有点。谢谢 You 送爱的熊抱。唱的最后唱的有点累，对，这首的特点就是一开始是慢慢的，把辣的吗？一开始是慢歌抒情，然后后面突然变成 opera， 然后后面就是 rock， 这首歌真的好听，突然觉得这比意大利文难，意大利文难的就是歌词我不会，对，然后这首的话我就很爱听。所以只要我的喉咙 OK 的话就可以。好，大家耳朵 OK 吗？会不会太吵？会不会吵到你们？那我先唱比较慢一点的歌。恋爱 circulation， 上を向いて歩こう。circulation 好了，对。刚刚唱比较 rock 的，现在就唱可爱一点的。OK， 下一首是恋爱 circulation。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消えちゃう関係なら言葉にすればいいやって思ってた恐れてたんだけどあれなんか違うかも千里の道も一歩から石のように硬いそんな石で尻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しも死ぬ気でいや死ぬ気でふわふわりふわふわるあなたが名前を呼ぶそれだけで宙へ浮かぶふわふわりふわふわりあなたが笑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笑顔それだけで十分
サーキュレーションでした。ありがとう。先休息一下了。耶，有红包，千里板第四，谢谢你们送好多烟火，超感动的。谢谢送爱的熊宝，谢谢重生，开心开心，耶、yeah, 有红包耶、yeah ！谢谢克里斯送我守护灵，哦，连我都抢不到哎、欸，可恶！哇，148个人，大家好，我是宫廷刘佳，哎，怎么办？等一下唱的歌是。We all meet there go， 感觉大家都很多人没听过的，啊，没关系，对，人多的时候就唱，每次唱一下歌。ですね，我是宫田遥佳 AKB48 Team TP 二七三，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谢谢大家。OK。那我就继续唱歌喽。对，这首也是我本来就知道的，所以今天决定今天唱歌。才艺表演，我高中音乐课的才艺表演唱这首歌，大正时期的歌我真的不知道哎。谢谢 Sega 送我一封信，
对比卡妈还要老。谢谢クリス送我舞蹈公演，好听でした、ありがとう。卡妈关我屁事。OK， 那下一首《爱的人》的偶像 ，HKT48 的歌。对，这首也找不到 KTV 版，所以我就跟 HKT 的他们一起唱歌，耶！谢谢卢卡，不会。没有啊，我说这首歌比卡妈还要啦，所以我说卡妈比这首歌还要年轻。好，爱的诺杰，行きましょう。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听的。You know 史上最強のうちら TTT ユニテイジいろんなグループが生息するけど So many, so so many 勢力競争立ち抜くのはどこのどいつだだからIt's showtime アイドルに命をかけて青春突破し
协助卢卡大房子，他就能开放跳舞了。我练习这首的时候，我没有听 rap 的那边。我刚刚看留言说那边 rap 卢卡不用唱吗？那边 rap 好难之类的。我所以想说那就挑战一下，结果完全没有达到那个点。我才那个切的，他根本连着看。好好听，谢谢。いい人ぶっても運をつかむのは自分だぜか。如果身体好一点吗？医生怎么说？胃炎。对，所以我有吃药。现在吃饭前吃一颗药，然后吃完后还会吃三颗药。对，有变好一点了，但是如果我没吃药的话还是会痛，所以就是乖乖的吃。这首只有我写吗？还是蛮多人写的？这首吗？这首的话对，蛮多人写的。谢谢谢谢送我守护永恒的爱。对，所以想说那就这首就先唱。碰奖今天真的有点吵。 OK， 剩下两包我改成粉丝团。OK， B 是很红的歌曲吗？原来这首歌很红。对，哎对，然后 HKT Team H， 我那边直接改成 Team TP Uni Daisy。凤姐是肚子还是想睡觉？都不是，她想玩，她想跟我玩，应该是没有人陪她玩吧。然后在这边听到刘佳在唱歌的声音，我就还在门口面前喵喵的叫，嗯。OK， 嗯，红包，终于抢到了。好，那好，下一首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好，好吧，没有人回我，算了，太晚了啦，大家，还是lag那么久吗？波姐是不是在说卢卡要吵？不要这样嘛，虽然我唱波西米亚的时候真的有点吵，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欸，我才刚来，真假的？Uncle Lu， 没有啦， Uncle 前还是先唱这首歌。对，这首歌我可能有一点点不熟，但是希望大家好好帮我包容。OK， 那下最后一首歌曲是乃木坂46的 Sayonara no Imi， 耶！哦，原来是假的，好。这首歌很像毕业歌耶，好きなんだ。
会哭呢？怎么这么爱哭呢？各位，跟上次一样。谢谢谁来送我钱，好忧伤。谢谢大家。哎，我喉咙是不是比一开始差很多？好像有一点哎哎哎的声音。谢谢大家送我好忧伤，好多。谢谢Chris送麦克风，谢谢 Rock 送好友商，ありがとう。我觉得差不多哎，嘿嘿，难过难过难过。OK， 那今天唱歌的部分就到这里吧。啊，要安过路，重生，谢谢送我烟火。可是你们提我的其他首我还是有点不熟，所以要 encore 的话，我有听过的歌，我有唱过的歌，对 ，encore 曲。好，先喝水。对，我现在的时间是喝水时间，好，整理头发，然后穿衣服。encore。安扣的当然要哈姆太郎，你确定？对对，换阵换阵，然后这哦，这时候要穿两件裙子，然后然后你有塞吗？有有有，谢谢哥家送我宝贵抱抱，谢谢谢谢。爱情的恰恰，你确定？已经一段那边都不会唱。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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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可没有哈姆会想哭。假毛怪不，卢卡不要介意。谢谢哥家的，对，盗版毛怪，谢谢。好，那就哈姆太郎吧。对，超嗨的，一分半的版本好不好 ？OK。哈姆太郎，哈姆太郎，这首就不要麦克风。你基本不能录那个，兄弟。走るよハム太郎、スニーコー。走るよハム太郎。大好きなのはハイセイのひまわりの種。俺もやっぱり走るよハム太郎。タイガーファイヤーサイバーファイバーダイバーバイバージャンジャン。回るよハム太郎、機関車を回るよハム太郎。大好きなのは。心都卡森卡哦，对啊，太久没有练嘛，对，怎么反而卡日文了的？真的很感谢卢卡桑再见的意义，不会，没事，对，没事没事，不是没事啊，不客气不客气，
好，然后今天没有唱到的，我下次或是下下次会唱。12首哎，一个礼拜后，有几首是真的蛮难唱的，我会加油的。对，有可能会分6首6首，对 ，IGR Festival 那天晚上可能先唱6首，然后隔一周又唱6首。卡在韩国不合格的粉丝，没事没事，不哭不哭。对啊，是我们没喊给你。对，没错，我太久没有听了。对，辛苦了，还有12首。对，目前还有12首。错了呢，但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会提。下周日真的是8点半。好的。OK， 然后我先问你们，下礼拜有没有什么活动？谢谢 Luca 唱了好多很棒的歌，不会。礼拜二可以唱，不行，时间太短了，不行，给我很多的时间，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还是歌单可以，可歌单先跟你们说。剩下的12首有什么歌？哪种哦？就是烂的活动。对，我以为我上次是礼拜五开，结果是我竟然是礼拜四开，所以我一直以为2天后要开门，对，所以我以为昨天是礼拜天。除了 IGR Festival 之外没活动。好的，宅在家有什么活动？没有，就是烂 live 的活动。什么全部的礼物半价，或是呢这天开了1个小时可以拿到特效的什么的。但是要前一天才知道，真假的？好吧，身体有好一点点，我有吃药，但是没有吃药还是会痛，所以还是会乖乖的吃药。 OK， 哦，今天是烟火半价吗？还是其他的有半价？你问这种活动会，因为同样的浪花，你们可以一次可以丢很多礼物比较好吧？对呀、啊，今天好精彩哦，谢谢。好，那我先准备一下。今天我们丢的都是特价哦，了解。好忧伤也是吗？烟火我知道是好像真的是半价。刚刚说的好多好忧伤，谢谢送的真情告白。大家问答应很多，不用担心。了解，我都输光光，哭哭。那不是，好哦。可恶，好忧伤没特价。1、2、3、4、5、6、7，哎，2个呢？哎，剩下时间就剩下5分钟的聊天吧。哇，天，12万浪花，大家也太有钱了吧！感谢你们，怎么那么好？哇！哎，平常的第十名，哎，平常的第一名是今天的第十名，哎，对，笑笑现在第十名嘛。平常你送了这么多浪花，应该会第一名。今天真的大家太棒了，大家太有钱了吧？你也是啊。哎，应该说大家太有浪花了吧？对，剩下5分钟，告白大会哦。哎，对啊，其实我今天只开1个小时就可以关播了，所以可以不用等到对那么久。如果抖音还会拍什么？哦，抖音的那个已经结束了，抖音活动已经结束了，大家。大家都没地方花钱，没有，才没有。
最近没活动能参加的关系吗？嗯，什么意思？谢谢让 live 让我有礼物可以丢，今天真的精彩到爆，谢谢。哎，果然你们选的歌单，你们真的比较开心。我平常选的歌单几乎都是赵和的歌。对，就是想说男生粉丝喜欢的歌，听过的歌，就真的我可能就不太清楚，所以问你们真的比较快。听到喜欢的歌就是赞赞耶。还有选我的唱的歌，还有唱我选的歌，谢谢。不会的。OK，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咯，我要整理，看一下 ，OK， 没关系，偶尔这样也好了。对啊，偶尔。羡慕有浪花，对呀，大家怎么这么硬？有歌听就好了，歌名我就不知道。我刚都在电脑前面跟你合唱了，你说哪一首？该不会是波西米亚吧？你要特别练歌也蛮花时间。嗯，就是记歌词比较，歌词其实看电脑就好。嗯，就是记旋律比较辛苦。通常都是一天一天记一首嘛，但是这几天就一天记好多首。OK， 今天第一，走一下。有新的哎，那我等等再做。第一关，小心我，小心我是，我真的是。我没有整理那个卡，找了好久。王佳，喵喵喵喵。所以大家不要选太难的歌，没关系。那首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真的希望。别人唱这首的话，我当然会唱那首歌，我一定会好好的学，好好的学，但是不一定那么快就可以学到。对，就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自己也有，就是希望这首歌，别人应该说别人唱这首歌唱得很好的话，我一定会喜欢那个人。的那首歌我自己也有。そう、なんかこの曲を誰かが完璧に歌ってくれたら絶対好きになるのになみたいな曲私にもあるし、そういう曲をみんなの心の中にあるそういう曲を歌いたいなって思ったの。ないそう。Queen で Another Bite Another One Bite Does。那首歌很难哦。还有 Killer Queen。对，只要是英文歌，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没办法，英文歌没办法唱的那么，流利，所以如果有人能唱把英文歌能唱很好听很好听，我一定会很羡慕。一冠，然后先当先休息。很难，那首真的很难。Killer Queen 真的很难，我自己听了那很多次，还是没办法学。She keeps a moment of shadow in the corner, not getting any cabin, making a wish, she said, just like Marie Antoinette.主要是英文翻译。OK。噔噔，今天的排名。
今天的第十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九名是强纳森，谢谢强纳森。めっちゃ落ちる。第八名是 YU 还是 U？ 哎，ごめんなさい。いや。第八名是 YU， 谢谢 YU。第七名是吕冠，谢谢吕冠。第六名是崇盛，谢谢崇盛。第五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四名是小翔，谢谢小翔。第三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二名是 Leg， 谢谢 Leg。然后第一名是哭ちゃん，谢谢。ありがとう大家，谢谢今天送我好多好多礼物，我超级开心的耶。Yeah. 没有，对不起，今天因为这磁铁少了两颗。所以就是只能两张卡用一个磁铁。谢谢卢卡，今天非常精彩，真的吗？哦，被这样说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谢谢来听，谢谢今天大家，谢谢来看我的直播间。所以卢卡有没有人需要人帮报单？还是需要啊。就是有一种，虽然有时候可能就是跑得太慢，但是有一种还是最后的确认吧，还是看一下，真的辛苦了，对，真的有点喉咙快不行了，对，太久没有唱歌，对，今天开始我一定会每一天好好的练保养自己的喉咙。谢谢卢卡辛苦了，感谢带给我们一个满足的夜晚。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またね。またね。那下一次应该是礼拜二开播吧？卢卡知道多久可以？喉咙不舒服吗？おやすみなさい、卢卡ちゃん大好き，ありがとう。またね，拜拜，辛苦了辛苦了，凤姐也在叫，拜拜，多休息，我也要快点好起来，没问题的，我一定会好好乖乖的吃。可是这前几天真的有点怀疑人生，因为我吃的东西就只有那种蔬菜汤啊，什么很清淡的乌龙面啊，就是没办法吃炸的、辣的、刺激的。食物嘛，还有油腻的也不行。对，我想说，我连吃的都这么可怜，现在现在我为什么在活的那种，没有什么生活乐趣的感觉。那今天终于可以吃到肉了，对，煎的肉，所以今天比较开心。前几天真的没什么精神，为什么什么？吃蔬菜汤也会得，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因为胃很痛，所以只能吃那种清淡的东西。对，就是看医生前，我还是会胃痛嘛，所以我妈说，哦，那你今天就不能吃什么炸的东西咯什么的。对，对呀，所以懂了，对。是因为我得了胃炎，所以只能吃那种东西。但是今天我吃了药之后吃那种，就是烤的东西，现在就不太会痛了。嗯 ，OK， 今日もさび悲しかったわ。胃が痛くてね、ずっとうどんとかおかゆとか、味のない野菜スープとか飲んでたから。もう食べ物に対する楽しみがね、ここ数日なくて、で今日ようやく焼いたお肉が食べれて嬉しかった。元気が出ました。OK、所以大家要好好吃饭哦、不然没有精神哦。バイバイ、またねー。